妹陈少妮、殷佑熙主演的电影《灵魂伴侣》将于3月15日于韩国上映。据悉，《灵魂伴侣》是改编自中国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，剧情主要以两个女生之间的情感为背景，讲述本是青梅竹马的两位女生在长大后因性格、三观不同而渐行渐远，但她们却又先后爱上同一个男生的故事。而三日剧组也举行了制作发表会，怎料女星金多美却被媒体多次拍到挤出双下巴，让网友们惊讶地表示：“多美怎么了？”从现场媒体拍摄的新闻照中可以看到，金多美的脸蛋较过往圆润了不少，甚至还被媒体捕捉到露出双下巴的模样。不过好在其他全身照中，金多美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显胖，她的长腿也依旧笔直纤细呢。